哇，看看这夸张的海浪，大家还在等什么？赶快回家！中台美机目前正在一步步紧逼台湾，而在宜兰内皮沙滩也已经刮起一波又一波凶猛的海浪，安全人员已经开始劝导观浪的民众赶快离开危险的沙滩边。南方澳的渔船已经全部拉进港，还绑上一条又一条的绳索，上百艘的渔船就这样停满南方澳港口，相当壮观。也可以看出渔民对于这一次台风不敢掉以轻心。这可怕，这还有所以因为太阳透过啊，拢经过了啊，进入风台哦，拢提早出来个。中度台风梅基目前瞬间最大阵风已经来到16级风以上，相当惊人。气象局已经在今天早上发布陆上台风警报，而全台的风雨也渐渐增强，民众一定要赶快做好防台准备。出发中心陈真伟、施博旺、宜兰采访报道。